闹爆谷台独家好戏，七月行使地下刑法，高举暗黑正义，谁主黑白还看今朝。那我们就赌，看是你的法律先抓到我，还是你先变成城市之光。我要彻底毁了你用警察的方式。一个大学生之死触动鸡蛋高墙，宿命对决，以血泪建设韩国民主路。내삼아경찰의명예를걸고말씀드리는건데요가혹행위는결단코없었습니다정부사아니고경찰이죽었습니다六个偏执神勇悍探，一个坚定不移信念，誓与凶徒周旋到底。动手动脚是查案，我现在严正警告，不许再骚扰证人。破案不等于找到真相，他明知道越多功夫我们就越多线索可能，但是要引人注意。患难知己梁鹏合力战胜命运，以欢乐能量画出生命彩虹。让我咬一口好不好？爸爸，浪荡黑道义薄云天，喜剧魅力超乎想象。你混蛋啊，暗算我？何止暗算，还要电你呢。戏为江湖枭雄正一见难忘时刻，精选猛片频道首播，策动亚洲影迷声色盛宴。闹爆谷台，电影人打造的电影台。